正统的泰国打抛猪。哎、欸，他们真的不是加那个嘞，九层塔，他们家是加那个打抛叶。打泡液，待会就来出出看看好不好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大姐，泰国人新年快乐怎么样？三三夫妻，三三夫妻，三三夫妻。哦，夫妻是过年，三三快乐，祝三三快乐。哦。是不是才出去？木瓜要辣椒吗？哦，要辣椒，要辣椒，啊，一颗就好了。你喝的看起来很辣呢。哎呦！这是道地的吗？对，哦，道地的。先一路哦。好，一路好，这道地的坐起来。好。你喜欢酸还是甜？甜的。你们口味好了。想看。哇哦，小朋友，好。这边稍微做个总结吧，因为那天实在太饿了，所以就没有再拍我们吃的过程，而且其实我也是忘记了啦。那这间呢，真的是蛮符合道地的泰国口味啦。那他们的模式其实一开始只是煮给自己投香的人吃，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商业模式。他们的辣椒啊、打泡叶都是自己种植的，所以呢，你们大家想要来吃哈，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。现在不能出国，也不能去泰国玩。那就可以来这边享受一下泰国人道地的一个口味，然后价格呢，其实我觉得也不贵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呢，有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！我们每周二、周四晚上18点准时上片，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